Ha!
好的，同样作为我们，好的，同样作为我们在玩家基地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比赛赛事的一个精彩和亮点？有没有？然后也是希望在现场的朋友们有啊、更舒服一点，更爽一点啊，更爽一点。也是希望大家把我们决赛的氛围可以弄得更加的热情一点。对，现场有没有支持赖巴的朋友？有没有？好的，我听到了远端有很多的兄弟呼喊。那现场有没有支持导师小孩的朋友？好的，似乎声音更大一点哦。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我们现场的民意支持率。好，我们应该是开始正式进入比赛。先看一下东方人物选择，赖巴这边的话，巴克门镜像排序并没有采用克里斯来针对一下火舞。小孩这边的话，五巴克也是一个常规的排序，火舞打八神，这个对于小孩来讲是一个非常想要得到的人物对局和对策。这一下下 C 曼天搜的超人必杀风也是直接确认到了八神的一手重葵花烫度，这一下帮助小孩拿到了八神大部分的血量，而且火舞加上血之后应该和克里斯还可以打一打。一点飞出巨舞防了一个轻脚，第一颗能量产生，又是一手低点的生龙对空。赖巴现在也是可以的，虽然说第一阵的人物失利，但是三气的资源克里斯还是很有底牌来打这个不知火舞。哇，这个これって進歩ねー。